好吗？你真的很棒。你女朋友好不好？很好。你们认识？很久以前的朋友了，但是最近不太常联络。是因为妈妈做错事，所以爸爸才搬来奶奶家的嘛。你这客户真的很可怜哎，才四十。每周日晚间11点，还是不够善良的我们。